导演啊，是我们的张老师还有执行长啊，真的是大力的协助，谢谢陈龙峰。那这里正说的这个陈龙大帝，那您保佑我们啊、所有的人都能够平安健康。今天我们在这里非常非常的愉快，表演给众神们看，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康快乐平安回家，谢谢，谢谢。那来、啊、我们的张老师，哈哈，他真的是最厉害了。张老师好，把我那个不一样的那个年关，就是帮我画妈祖的这位张老师哦，真的，张老师厉害了，真的很厉害。他真的是台湾哦，十个人，只有十个人会画妈祖，他是其中一个，所以我们好幸运，好幸运。谢谢张老师，谢谢。你看我这个脸啊，那平平淡淡的画起来不一样哈、哦。他的巧手，真的，谢谢您，谢谢，感恩您。感谢我们天使星的大哥大姐、哦、我们董事长跟执行长因为其实有另外的任务，所以我就越俎代庖一下。谢谢大家、哦、那今天是我们一年一度的神农宴、哦、那因为有大家的参与，然后今天非常的圆满，特别的丰富，然后特别的有特色，然后就是一切都很圆满。再一次代表神农宫感谢我们天使星所有的大哥大姐，谢谢理事长，谢谢秘书长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最厉害的张老师哦，谢谢您，谢谢您。那在结束之前，我们还是一样以台再巡回，希望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给我们。说真的哦，我们李尚今天带领我们来做那个神农宴，那个神农祭，绝对非常棒哦。大家能够这样牺牲奉献，我企业哦，啊，大家非常开心。那等我们唱完了以后，理事长跟团长。还有小珍老师，就大家一个颁奖花啊。那天使会员，你们没有办法进去穿衣服的，我们就在这边发便当给各位，还有我们的点心啊。那我们今天首先是要谢谢理事长全程主持人的辛苦，谢谢我们的团长，我们的团长很少露营，然后坐那么久，真的很辛苦。再来是谁？真的很忙啊，两个孙女呢，结果今天还是热情的跟我们一起唱的，谢谢。还有我们职工团团长来指责我们啊，谢谢。还有我们体专的老师啊，高真啊，最重要就是谢谢各位。那我们最后以以来再雄威，我们跟神明有约啊，下一次有机会我们还是要来奉献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那继续吧。还少谢一个，就是我们的秘书长，还有我们秘书长。